讲一下。哦，怎么了？上周拍的，从妈走跟我说。嗯。我要买这个。他跟我解释，这种裤子呢，坊间很多种。对。但是他说，这个很特别，而且穿起来很瘦，然后料子很好。对。然后弹性。比较宽的女生建议你买黑色，对，因为它很软，超级瘦。我是 S 吧我？你现在是 S 吧？我是 S 吧？你现在是 S 吧？我是 S， 超弹，超舒服。这个觉得你收到一定超喜欢。超喜欢，超舒服，超弹。你看我们刚才这种裤子呢，我试过大概这一季夏天大概试过30款以上，都被我再见可以，这可以当睡裤哎，它可以当睡裤，会很舒服的那种。很舒服的那种，就是你可以就是跨脚睡觉的那一种 ，OK 的没有问题，没有口袋，这个没有口袋。